2月1日，华裔饶舌男歌手欧阳靖 MCG 现身海云大厦，出席服装运动品牌的宣传活动。今天担任活动嘉宾的 MCG 即现场为大家表演多首歌曲，他情趣搞笑的互动把现场气氛闹得热烈而欢快。刚从纽约回来的 MCG 萧炎每天都是送儿子上学，好久没有跟歌迷朋友们一起嗨，所以今天自己也有点激昂，还透露儿子也很有嘻哈天分。他完全有这个嘻哈的 DNA， 所以我不会太担心，反而我有点担心的就是他们会不会太投入，但是无所谓，他喜欢什么我都会支持他。提到早前参加内地跨年倒数表演活动， MCG 表示那天太太和儿子都有现场支持，而且还跟十多年没合作的王力宏同台表演，希望将来两人可以联手再次合作。 我希望还有机会可以在一起在创作的方面可以有新的合作。有传 MCG 会担任中国有嘻哈节目第二季的导师，他直言之前是有接触过这方面讯息，但暂时还没有收到确切的消息。我都一直都是等，但是当然现在有这个新的情况都一样都是等，有就有没有就没有。